前卵。嗯。先过来。
再给。我三吊一个，我十几的。三十点那个三零。
这能走进去不？啊？这能走进去吧？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嗨，这里还种了菜。哎，这菜种的蛮好的。哈哈。喝完了的。一分勤劳一分收获呗。哎，这成了自己农业企业。对对对。自己种的放新鲜。嘿嘿。是吧？黄粱都不吃。哎，不用不用。黄粱都煮面条吃。哦，谢谢你。这个我在喝，我在自己，我都是买活饭吃，没有时间做饭吃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还是，你可以找人吃来煮面呢，可以放一点干的话，我说。谢谢谢谢。自己种的菜没有农药，没有污染呗。哎，要你就黄粱对吧？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自己好玩吗？谢谢谢谢。我的天，还有这种棚子，停车棚。天哪！养一条小狗，哎，这边一下子拆不了吧？这房子拆不了，估计啊。不会拆的。三五年变天了都。就我倒在纸上，你放在边上。放，你放在边上，放在前面。而且还做乘法小说。
Thank you.